由零食起，食到夠皮。今日我哋食乜嘢？就是這個檸檬汁闊條麵，我本身以為它不是童星的，因為它沒有平時見到的公仔，這個好像是新的公仔來的，是嗎？對，這個是誰來的？第一樣東西我們認不到，是還是它戴了個檸檬面具？這個檸檬面具它有寫到不知道加了幾個%的果汁，好像只有零點幾而已不要說了，聞下去一點檸檬味都沒有，對了，就好像平時那些味精粉，是的，個樣都是很平時那種感覺，是的，其實它真的很成個檸檬，你可以吃到檸檬汁的那種酸味，不過它就鹹一點，不算太酸，是的，它有鹹味，那我們可能其實不是太喜歡它酸味的，為什麼不喜歡呢？你喜歡不喜歡其實？其實好，又不可以說很怪，但你不會太喜歡，是的，其實越吃越酸，但我覺得第一口酸一點，之後是鹹一點，我不知道，總之將它放入個口度的時候，它就好像有喝到檸檬汁的一個質感，但是純檸檬汁咯，是咯，其實是不加的，其實我不知道我們期望什麼了，因為它真的有檸檬味的，但是就是不是太好味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之前我們不是吃過一個檸檬茶爆谷的，我覺得我們喜歡的是檸檬茶味，不是喜歡檸檬汁味咯，檸檬茶爆谷真的很好吃，是咯，因為那個真的很好吃，我就覺得檸檬很想試一下，但是呢如果是這麼酸呢，又好像不是我想要的咯，它是鹹鹹酸酸咯，除非你很喜歡就這樣擠檸檬或者是就這樣咬檸檬的啦，其實我想都是純粹不對我們口味而已，應該有人不喜歡吃這麼酸的，是，我也覺得是咯，今次這個檸檬汁闊條麵我們給的分數是，其實它就沒有錯的，它就是檸檬汁闊條麵，只是真的麻麻地夾我們口味，是的，即跟剛剛說的是差不多，今次這個檸檬味同星點心麵我們給的分數是，咦，給了點心麵了，闊條麵，咦，那開頭我覺得是闊條麵，那這個檸檬味同檸檬汁闊條麵好多謝大家看完這條片，有關於這條片的資料可以在下面的 Facebook 找到，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話就記住訂閱我們，還有按旁邊的 Bell， 拜拜。